哇塞，我感觉战马挺适合这里的，是的，虽然没有马，但是我下一次说不定在草原跟你们骑马。这里超级漂亮，感谢望见未来送来的奏响人生，谢谢谢谢大家的。对，天气还没有黑，天没有黑，你们知不知道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在新疆赛里木湖，是不是超级漂亮？这里的天要9:30才黑，知道不？现在时间是9:44，直播哟，不是录像哦。左上角有福袋，里面有一个金条哦，只需要你们关注直播间都可以参与抽奖，大家赶紧参与起来吧。在这里，哎呦，好冷！家人们一起点点赞哦！今天点赞的2000万送华为 P70 手机哦！我想唱一首《重生之我在新疆为异客》。